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麦神，麦神父。大家会问天主是什么，或者天主是谁？是问得好，这个问题呢都是很重要的。其实我们的天主呢是万有的创造者，天主是爱，祂爱我们，所以我们都要做什么呢？互相关爱，因为天主爱我们。如果我们爱天主，就在我们当中圣化我们，同我们一起行。哪里有爱，哪里都有天主。愿主祝福你们。